出到远门也没人来接我吗？二奶奶，二奶奶，我回来了。二奶奶，回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回来你们不高兴啊？二奶奶怎么还哭上了？阿弟呀。 阿弟呀，我同你讲一件事情，你不要着急啊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，你说。是查查。查查。嗯。看一看，放火！城凤台之内失踪，看一看，有告知行踪者，程家必有重赏。 重庆重现紧急寻人，城凤台之内失踪，有告知行踪者，程家必有重赏。重庆重现紧急寻人，城凤台之内失踪，有告知行踪者，程家必有重赏。来看一看啊！本来就说我们自己找，悄悄的瞒着点风声，你倒好，非要登广告，这下好了，说什么的都来了。 又说查查尔跟男同学私奔了，又说被绑架了，这消息传出去，查查尔以后怎么嫁人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阿姐还在想着嫁人的事情。现在外边在打仗，查查尔孤身在外，就跟走在刀尖上一样。我不管用什么方式，只要给我把人找回来就行。现在能帮忙的人都来了，工银行的人全部都在找。 要不是你和日本人牵扯不清，查查尔怎么会赌气跑了呢？咱说好的不连累家里人的吗？你去，你去把查查尔给我找回来，他回不来我饶不了你。